懂吗？懂吗，老板？啊？不爽。全身按摩才爽。我按比较爽，还是别人按比较爽？别人按比较爽。别人按比较爽吗？我按比较爽，还是别人按比较爽？别人按比较爽。你按比较爽，因为你按有爱，人家按没有爱，人家按只是看我的钱罢了。Very good cup, cup, cup。哇，专业。专业嘞。专业。没有，再来呀。我们去哪里？去那个岛上。叫 Bunker Town。这个船是六磅罢了。这是抓多少钱马币？大概九毛钱。漂亮吗？啊？有锁住吗？可以啊，我们租了一辆脚车，现在骑去吃东西，还不错啊。这里小镇小镇这样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漂亮哦。有第二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知道有第二的吗？哇，这个仔真的是 Bangkok 里面的一个kampung。虽然车有点多啦，今天天气还是很凉，虽然阳光很猛。到了 floating market， 其实就是一个小 market 啦，很小很小很小的 market，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叫 floating market， 可是没有 float 的，是站在地上的。这个小票多少钱？200块吧，20多块。开心吗？开心。是看甜不甜？你没有 try 看哦，刚刚。然后它整串是酸的，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给你就好了。你很气的。你在买东西？你要买几多东西？买到我全家大一点。啊？啊，所以刚才我们去了没有 float 的 floating market，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Bangkok House， 据说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啦。然后我们转了进来，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路，可是 Google Maps show 这里啦。No， 哎，有耶，免费的，要吗？在啊 ，Bangkok Tree House， 那前面40米，那我们差不多要到了，哇，有点难进来哦。哇。啊，我们现在终于到了 Bangkok Tree House， 可是我们才发现，原来我们走了一条很难走的路，因为我们跟 Google Map 的路线看起来像有鳄鱼这样的一个地方。然后我们有上去了看了一下，然后最后结果我们选择坐在这里，因为天气很热啊，坐在上面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离开Bangkok Tree House， 然后我们才来发现，其实原来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进的。大红花，刚刚我们进的那条路也是可以啊，只是辛苦了一点哦，泥啊、石头啊、人头啊、人头啊，一大堆东西。临走前还有一杯水，还不错。船到了，船到了，所以我们要快点，所以是去按摩。